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出行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，而酒店在这个时候就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当我们住酒店的时候，会发现酒店的床单和被套无一例外都是白色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。首先，白色会给人一种干净整洁的感觉，不容易隐藏污垢，客人入住不会担心卫生问题。如果换作别的颜色，不仅让人看不出脏污，可能还会发生客人对床铺颜色感到不满的问题。其次，白色不会褪色，白色的床单用得再久也还是白色，其他颜色很容易褪色，一旦褪色的话就会变得很老旧，因此酒店就必须更换，这相当于加大了成本，显然酒店不会这么傻。另外，白色方便消毒，酒店的床单被套在洗涤的时候都会将含有氯的消毒液进行消毒，如果床单是其他颜色，接触消毒液则会褪色。最后，白色更适合搭配酒店房间多种多样的风格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床，白色都能轻松搭配，给人一种整洁大气的感觉。不过也提醒大家，有些酒店为了图方便是不会定期更换床单的，一般看到酒店的床单有明显的折痕，那就说明是新床单，可以放心睡觉。如果你有洁癖的话，也可以带上一个睡袋哦。感谢观看本期节目，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。